啊，放鬆人啊！啊，大家企起身，一路諗住耶穌，保持恩膏係好重要，保持聖靈恩膏好重要。其實你哋個個都可以經歷嘅喎，當你嘅心打開，啊，耶穌，我好渴慕你，我好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就喺度幫緊我哋，你同緊我一齊。我喜歡你，我知道你見到我喜悅你，你一定會歡迎的，你一定歡喜我的，一定來到我身上祝福我的，多謝天父。你兩位都渴慕神，在那裡渴慕神，我現在不按手住，看看你在這個段時間我未按手，你的心渴慕會不會經歷到神的同在，多謝天父。大家黑文眼跟著心裡面跟著我說得了，不用說出來的。啊，來到哦，嗱，不如咁啊，你可以學我咁啊，喺個心嗰度呼叫出嚟，啊，耶路亞，將啲重擔釋放出嚟咁啊，啊，耶路亞，多謝耶穌，放鬆個心口，哦，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我爭在窒情啲。按手的時候你就放鬆，我現在這一陣我只是在那裡一路愛慕神，你就放鬆的。哦，耶穌，哈利路亞，你的心發出來放鬆了，一路想著神湧入我們的裡面，聖靈湧入我們裡面，我們的心又湧向神。哈利路亞，主啊，雖然我們有軟弱，但是不要緊的，神你喜悅我們有這個心去親近你，你喜悅我們來到你面前，你歡喜我們，我們就放鬆個人，相信神會照顧一切。哈利路亞，神會照顧一切的，我不需要擔心，不需要憂愁。大家有些人站在那裡，你發覺身體會搖動聖靈的能力，你又由得佢，你放鬆，你覺得一種能力搖動你，同埋你覺得平安、輕鬆、舒服嘅。大家黑埋眼下，放鬆嘅人，一路諗住耶穌同緊我一齊，耶穌陪緊我，一路諗住咧，好似聖靈由你個頭嗰度湧落嚟。哦，我哋嘅心又飛去神嗰度，神啊，我快跑去你嗰度。我飛去你那裡擁抱你，我跑去你那裡擁抱你，我歡喜你。哦，耶穌，哈利路亞，讚美耶穌，讚美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耶穌愛我。多謝天父，可以冇曬重擔啊，冇曬煩惱，冇擔心，冇憂慮，釋放我的念，使我冷靜敗離，釋放我的念，使我冷靜你面，讓重擔卸下，使我冷靜釋放，釋放我的念來敬拜你。哈利路亞，主啊，釋放我們的靈，將啲重擔吹出來。在心底處，哦，真的重擔吹出來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我問下這兩位弟兄先，在這一陣子未跟你按手，你有沒有任何感受，內心身體有沒有任何感受，有沒有覺得平安輕省舒服，有沒有這些經歷感受，有沒有，有你可以額頭，有沒有身體搖動，你說一下你有什麼。二番二番
我而家我为你按手吓，好。个心里面一路谂住耶稣，我欢迎你，耶稣主，耶稣我爱我。嗱，每一个都喺度相信耶稣，而家爱紧我哋，哈哈哈！而家耶稣爱紧我哋，主耶稣爱我，耶稣主耶稣爱我。有圣言告诉我，主耶稣爱我，耶稣主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有圣言。我一路想住耶稣真的爱紧我哋，因为真的喺度咧拥抱紧我哋，祝福紧我哋，喺我哋前后环绕我哋，按手我哋身上。一路相信嘅时候咧，神啊，你喺度祝福紧我。嗱，点解我用一段时间俾大家咁做咧？等大家学习你自己亲近神啊，每日亲近神嘅时候，你可以得力啊。嗱，你试下伸高你嘅手向天，神啊。我歡迎你充滿我的心，開聲說，我歡迎你充滿我的心，我知道你好想充滿我的心，我知道你想改變我生命，我需要你啊。哦，耶穌，耶穌，耶穌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啊，哦，耶稣，我的心。彼岸安静，好像远过来的孩子，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彼岸安静。稣有你，我就平稳安静啦。将啲烦恼放低晒，啊！我嘅心平稳安静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耶稣，耶。在座喺呢度嘅有几多位？你觉得有平安、轻省、舒服、力量嘅？请你举手，有几多个有嘅？举个手。你发觉好多自己都会经历喎，原来圣灵系随时嚟到亲近我哋噶，唔系好似我哋哀到佢嚟啊，系佢哀我哋，感动我哋，打开个心俾佢进入我哋里面。系神已经好耐好耐等紧我哋，系神喺寻找拯救我哋噶。我哋真系多谢耶稣。好啦，啊，請問你嚇有冇喺呢個時候經歷？你感受經歷係點啊？而家都係平靜。係啦，平靜。有冇覺得好似輕飄飄咁樣啊？係輕飄飄啊！呢個都係聖靈臨在其中一個跡象嚟嘅。嗱，就先你咧，差唔多跌過，我扶住你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冇推你，你知道啦，我冇推過你啦，係咪？你嘅感受經歷係點啊？你可唔可以講出嚟？唔係好強烈，唔
好強烈，不過唔緊要。啊，你我 OK 噶，唔緊要。但係你唔使好強烈，你個心會覺得平靜一啲，舒服、輕鬆個人覺得舒服。即係呢個咧，我主要係幫大家敏感到聖靈嘅臨在。有冇覺得輕鬆舒服啊？咁樣啊？有少少。有少少嚇。咁咧，你就保持。嗱，你唔好話，喂，企一陣土咧，我企喺度傾偈啊嗰啲，而係整個時間投入